我今天在网上看到这个妆非常的美，我准备今天在我这张脸上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 hold 得住。我觉得可能会翻车，但 let's see。从来，正确的方式是应该先在手上搞一点小细刷，好控制多了。这边和这边差距好大，我是那双画点眼线一睁眼就没了，如果你能理解我的痛苦的请扣一请看眼线的面积。这个蓝色就是远看是黑的，你仔细看还是看得出它的这个蓝，精髓好像是很直线，把自己的痣给遮一遮，然后画在眼睛珠子下面。哇，想画一个圆形怎么那么难啊，可以确定的是我是手残好难。 Who is this？这谁呀、啊？天哪！看到没有？嗯，这个只能远观。这样，我这样，大家打个分吧。这差在哪儿了？怎么觉得有点买家秀？买家秀就是内双的痛苦。睁开就是没了。您再看。也就是这样了，我觉得还行。 Whenever I feel like a different character， 我觉得想要变成不一样的性格的人的时候，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妆。我觉得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，当你的眼线变粗了以后，你的眉毛就显得没有那么粗了。我今天的眉毛好细啊。